他们都喜欢叫这个吼。啊，一定要吃啊！但是每一台都有点这个菜的。啊，每一台都点这个菜，都是月的就对了啦。嗯嗯、老板娘，你的店为什么没有开呢？啊，我的店啊，要来吃饭自己开门进来的。哦，自己开门进来的。自己开门像回家吃饭一样了。哦，这样子、你有看到过没有开门的店吗？今天就被阿青遇到过了。大家好，我是阿青哦。今天阿青在亚罗士达吃家常菜哦。这家是一家老店，在亚罗士达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这家店。如果是没人带呢，这一家店是找不到的。现在就跟阿青来看一看。我也是在这里转了好多次才找到这家店的。它位于亚罗士达的唐人街这边，大家要注意看哦，开车或者走路不小心都会错过这家店，可以说是挺隐秘的。这家店是属于不开大门的店，也只有熟客知道，可以预约也可以直接来吃，但是大门是关的，要自己开门进。你要看哦，这家是完全没开门的哦，但是里面是有开店了的。开了店的时候最好还是把它门给关起来。阿青来这家店已经是第二次了，今天一进来呢，顾客就挺多在等，包间也满了。他有包厢哦，如果你三个人的话，人不多，他就会分包厢给你哦。这厨房，老板娘很帅气哟。老板娘，你的店为什么没有开呢？啊，我的店啊，要来吃饭自己开门进来的。哦，自己开门进来的。自己开门像回家吃饭一样了。哦，这样好。两年多了啦、啊。可以啦。嗯，吃不完了。对，我给我先分担了。啊，我有熟客多，全部是熟客的。哦，做熟客啦。嗯、哦，熟悉的才来、才知道哈、哦。嗯。有朋友带来的，自己会来的吗？哦，朋友带来的，都是朋友带来的啦。嗯。哦，你有放咸蛋？要皮蛋。老板娘，这样子你开了多少年呢？在这边是19年了。哦，那个 MCO 啊，过了就没有开门了。哦 ，MCO 不准开门吗？所以呢，习惯了，现在就不开了。哈、嗯，我的顾客全部知道。老板，你刚点几个人啊？有啊，去坐位几号？几号？几号啊？啊，对。对，一点还有6个人。哦，啊，他们跟全部都是预约了。嗯，预约比较好嘛。对，放一点。哦，用鸡汤炖。对，香肠来了。香肠。嗯。哦。如果我做这行业就40多年了。哦，做这一行是40多年了。对对。嗯。我在这边19年了。15分钟开了。全部用鸡腿哦。对，我全部用鸡腿啊。嗯，多少钱这样子一碗？一个腿12块钱。哦，用蒜头。嗯。调料。酱油。五香粉。黑酱油。嗯，一点点。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油才会黑哦。嗯。这一道是咸鱼炒芥蓝，也是他们家的招牌菜。招牌菜还有招牌鸡、三味蒸蛋。有吃辣吗？可以。可以吧？放点小辣椒。太多，太多。你听我讲啊。听我。啊，我每天弄这个我吃。
OK， 阿姨拢来了，花钱都有了，我签了很多钱哦。不能这样说，我签老板娘，那另外一个老板娘很多钱，都干了的，放虾米，还有猪油，这个是炒什么？炒鸡蛋。虾米。放点酒，放点鸡汤，熟了。OK， 吃饭了，吃饭了。是放咸鱼的还是怎样的？哦，放咸鱼的。招牌菜啦。哦。全部做预约就对了啊。没有啦，先来也先叫了。先来也先做，但是门没有开，很多不懂啊。这个是炒酱油鸡，招牌鸡。还有酱油，好，酱汁，上好的酱汁。这也是招牌，对，招牌鸡的嘛，嗯，讲招牌鸡了 ，OK， 上菜，上菜，嗯，这个是虾肉炒什么呀？三八虾呀，三八虾，三八虾。也是招牌菜呀、嗯、就是家乡菜了不对不能叫多多菜对不能叫多多菜、哦、他们都喜欢叫这个、哦嗯、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哦嗯每一台都有点这个菜的、啊、每一台都点这个菜都是月的就对了啦、嗯、好来来 OK 了这个三文鱼招牌菜呢哦、嗯、这个还没有煮汤是吗啊还没有放凉鸡蛋来了老板娘比较替大家省钱多少人煮多少菜对啊多少人叫多少菜他跟你讲这个是咸鱼炒的里面有咸鱼，还有这招牌鸡。你看它的蛋炖得很嫩很嫩啊！哇，试一下，蒸蛋，很嫩，它蒸的蛋哈，它是用三种蛋：鸡蛋、皮蛋，还有鸭蛋，咸鸭蛋哦。招牌鸡呢，它是先炸过，然后再炒酱油。芥蓝，啊，芥蓝，咸鱼炒芥蓝，也是这边的招牌菜哟。
这一餐像在家里吃饭的感觉。招牌鸡吃起来咸香酥脆，焦香味和姜香味浓郁，不管是配饭还是吃的完都很不错。三味蒸蛋用三种蛋一起蒸，嫩滑蛋香味浓，又能吃到咸蛋和皮蛋的鲜，更能吃到蛋的滑。咸鱼虾米炒芥蓝，清脆的芥蓝还带着虾米和咸鱼的香，也是很不错哦。体验当地老一辈的美食，感觉回家吃饭。好了，今天阿青就介绍到这，下期再见哦。